霸王餐我听过，霸王锦我第一次遇到啊。喜欢的话都帮我介绍。OK， 好啊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今天没有带钱，我下次领给你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 啊，等你回来了。好，相信你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aco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设计师最痛的几件事。第一个，熟客找别人。哎、欸、，Taco， 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没跟我约？哦，没有，我今天跟其他设计师有约啊，其他设计师有约啊，其他设计师有约啊。哎、欸，瑞克，哎、欸，你也来了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拜。我不要当设计师了啦。对，我还要剪。不要了。第二个，摔到很贵的剪刀。剪刀很贵啊，一把好几千块，甚至上万块，现在连纸都剪不断。第三个，霸王餐我听过，霸王剪我第一次遇到啊。喜欢的话都帮我介绍。OK， 好啊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今天没有带钱，我下次领给你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 啊，等你回来了。好，相信你哦。做人不要太过分啊。最后一个也是最痛的一个，我来看一下，我现在后面长怎样。好，我拿镜子给你看。不要问我为什么没穿鞋，反正就是很痛。